不上霜 online 终于要上市啦，没有错，而且他们这一次呢，当然也不会缺席台北国际电玩展啦，在电玩展的摊位当中，也会打造磅礴霹雳的主题，并且邀请到我们的金曲歌王黄生亮来担任嘉宾，要跟现场的各位玩家们有个互动喽。那么接下来就让电玩宅苏佩带着大家欣赏最新的 NB， 一边观赏游戏情报吧。由智乐堂自行研发营运的国产线上游戏《刀龙传说 Online》将要在1月28日正式开放觉醒公测喽！抢搭最夯的电玩盛事，《刀龙传说 Online》今年将在2015台北国际电玩展盛大展出。展区内以气势磅礴的霹雳风格打造迎宾舞台，并邀请金曲歌王荒山亮登台现身。前100名幸运玩家还能参与签名握手会，与天王近距离接触。此外，《刀龙传说 Online》也规划了试玩体验及庆祝公测送千万等活动。玩家们只要在活动期间内达到指定等级，即可领取 MyCard 点数300点，一举两得的好康活动，错过可惜。到时候玩家们不妨到电玩展朝圣喽。日后电玩宅苏佩也将会到现场直击更多情报，请大家一定要关注电玩宅苏佩报道喽。独龙魂碎，